说人到三十是个贱，中年发福大肚腩，但有一部分人例外，他们看起来年轻健康有活力，这些人常年生活自理，为了身体健康远离烟酒，保持饮食和生活规律。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这三个人告诉了我们健身和不健身的人生差别。下图这位叫杨新民，职业是一名老师，与同龄人的合照不难看出两人之间巨大的差别，一个朝气蓬勃，而另一个年老衰弱。下面这位是63岁的超模 Christy Brinkley，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运动狂，因运动锻炼让他身材高凸有致，被称为60岁的超模奶奶。我们还可以翻阅他的 INS， 上面有大量的运动照片。最后这一位是我们53岁的明星大咖郭富城，岁月在他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他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男人越好越有气质，越活越精致。健身带给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年轻，还是人精神上朝气和斗志，想变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何不从健身开始做起呢？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健身小动作，一起来了解一下吧。Number 一，跳绳。跳绳是一个居家必备的运动，小时候大家都有在体育课上练习过，据说跳绳30分钟能够燃烧372大卡，不过我们不可能一直不停地跳30分钟，建议大家可以2分钟跳1分钟休息，间隔一下效果会更好。Number 二，波比跳。波比跳又称立卧撑跳，动作简单易懂，它结合了深蹲、俯卧撑、蹲起跳、屈腿收腹等动作，能将全身的75%的肌肉群活动起来。它还有很多衍生方式，比如蜘蛛侠波比、开合波比、单手划船波比等等，保证不无聊。